们怎么又在这？我有一个生祝，了不起。祝小灰 zzzz 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 yeah. 谢谢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生祝还有吗？闭上眼睛，随机抱一个成员转一圈，猜他是谁？猜错了惩罚。啊、我们先定惩罚吧，就一个，就大家就随机抱一个人嘛。然后我们先定一下惩罚。好呀，什么惩罚呢？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啊，那你别猜错，苏欣然，你别猜错。惩罚是什么呢？惩罚是什么？啊？怎么抱啊，公主？其实抱起来不重要，就转。我觉得我们这群人都蛮不好转的，转圈那就再说嘛，反正就要猜成员嘛。嗯，惩罚想到再说吧。那我们先玩起来吧。也行。嗯，谁先开始呢？那我先开始。那我闭眼，好吧。来，嘟嘟嘟，真的不会没有人来抱我吧？孙欣然，是不是你？这个头发太好猜了，我们这边直发的多哎，那来个直发的。没有人抱我，不会吧？快，这个，先摸摸，直接抱着转好吗？来，你手好冷啊！转一圈，转一圈，我觉得这已经是个惩罚了，怎么？找一个能抱得动别人的人。你先，信伟先。那我等会儿重新来吧。好，那我不介意，等会儿还是你啊。来吧。今天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像那个玻尿酸鸭，就那个脸是红的。我们可以先，对，我们再聊会儿天，先让他再蒙一会儿眼睛。来吧。地震了，地震了。你再猜一次。不是吗？你再猜一次。陈玉玲，你确定吗？不是吗？好，你睁开眼，你看一下大家的表情，你觉得可能是谁？反正不是我嘛，对吧？真的不是你吗？干嘛还在这样子试验呢？是你吗？啊，谢天一。啊，不是你吗？啊，完了，你要你想好做什么惩罚？惩罚？你想好做什么惩罚？什么？刚是谁啊？到底是谁啊？是谢天一啊！啊，哦，你知道吧？我又不是九九，猜错很正常的嘛。你知道吧？刚就是刚才我问你确不确定的时候，你就应该再抱一次，然后刚像我一样假装摔倒，就猜不出来谁的时候假装摔倒，蒙混过关，你知道吗？这波失误操作又给我混过去了。你等会儿不还要再来一次吗？我想来抱。好，你来吧。哎，宋欣然刚是真脸，还宋欣然，宋欣然。来吧，抱吧。哎，这么矮的呀？你是不是蹲下了？人呢？快站好，站好。这个胸应该是王嘉玲吧？啊！你是你这怎么能你是怎么摸出来的？因为我之前
摸过他的胸。所以你有体验，你有感觉，四千的手经过这个地方之后就说汪家岭吧，还是那个熟悉的感觉。怎么熟悉的感觉？熟悉的感觉，熟悉的感觉。那你来报吧。我来报。嗯嗯，好，你都不需要睁一闭眼。你看，哎，我们侧过来吧，什么？不然他们看不见。哇，这是什么偶像剧现场吗？难道是我软了？哎呦，等一下，这应该是要抱起来转一圈，这抱起来转一圈。我不相信你抱不起来，快抱！等一下，你不要垫脚，你这么雄厚的肩膀，牵手来。哦我听到了砰的一声，一声风响，我生气，毅力惊人。那你想，你也想一想做什么惩罚吧。我猜出来，我刚刚说是凤仙染的，你没听到吗？你猜的是雄厚的肩膀，就是这里人，赶紧，这里面人没有人是雄厚的肩膀，你知道吗？他明明猜的是凤仙染，就是雄厚的肩膀，凤仙染雄厚的肩膀。哎，我也想来猜一次，你来吧，锤凌波。这个什么奇怪的画面？陈玉玲说：“我好像摸到一只大猩猩。”你真的？哎，你抱不抱？说好了抱起来转一圈呢？是因为整个人瘫在上面。哦，我是陈玉玲使用了奇迹。哎，你现在他抄袭我的方法，他现在抱有什么用呢？哇，眼都真了。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觉得我抱了一堆海草，抱了一只大猩猩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？刚刚有无数的人把他自己的头发放到我的脸上，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在摸海草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。谢天意抱过了吗？没有，我刚试过抱别人，我抱不动。哎，啊，那你试看吧，反正不一定要抱起来嘛。好，对吧？你就自己想怎么抱，站前面一点。啊，谢天意抱他自己。爱的宝宝，孙兴文伴奏，快 BGM 开。好，你有什么感觉现在？哎，我睁眼了啊！睁眼了啊！别睁别睁，是谁？苏新文吗？好。你这个到处勾人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别人。陈雷抱过我吗？刚还抱过我，你还猜不出是我？我刚没抱动你，然后我以为换了一个人。那陈雷，你还没抱过了。你知道你也多演一会儿吗？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们对摸身体能摸出来的这里，你多演一会儿吗？你多感受一下行不行？你重新来，快重新来，你重新来，你多感受一下，快来。你应该说是宋欣然。哎，对，摸刘海也能摸出来是谁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让你重新感受的。这个显助手。好了，我来吧。什么？你来什么？眼镜掉了，感性啊！还有人没玩过吗？到奇境了。我来吧，完了再抱一个人。嗯，来吧。乱了。来吧。什么玩意儿？有点忙。我不要摸了。我没有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孙欣然快回来。你没有你没有。行了啊，别乱摸啊。别演了。我真是。我
是不是很了解你？炮多好，故意让你。齐金真的是直男。摸完又说有点毛。一点都不会夸人，真是的。这些腿好细啊，我的天哪，光滑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没事，自己扣毛膏。不是，哎，你是不是有很多脱毛膏用在自己头上了？谁还没有点？你说是不是？你看看哪里有毛，你给我数数。哎，你是不是睡梦中数你额头上去了？好了好了，这个话题我们请下一组的小伙伴吧。耶、yeah ！没有惩罚。哎，对哈，哎，没有惩罚，走了。没有惩罚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惩罚。